良爷，救我！吃的，给我点吃的就行。良爷啊，我三天没吃东西了，咱都是从京城一路逃荒过来的，行行好，救命，救命！对啊，杀了他家快十个人吧，兄弟们抢粮又杀人，还和他的妻妾快活了一把。良爷呀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呀。这些大户都一个样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我们一来要粮就把门封得死死的，一颗米都不愿给。兄弟们在门边候着，他的家丁还从门里扔石头，把很多兄弟都砸得头破血流。我们呢，都是从饿死的人堆里爬出来的，再等下去也是饿死，不如抢他娘的。等我们砸烂了门，冲进了后院，好家伙，他们的粮还够吃十年，那凭什么一点都不给啊？兄弟们一下都到了气头上，就把他们一家人都屠了。人一旦见了血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妈的，给你尊重才叫你一声爷，你咋还当真了？就这世道，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，若是不做恶人，你说要怎么活？而且，看看你自己吧，
你的脚下不也是踩着那么多的人？娘，你没杀任何一个妇女和小娃子，但他们还是因你而死了呀。在这儿假清高呢？给我一起死吧，一起死！杀人偿命，杀人偿命，杀人偿命，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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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。梁夜，你怎么了？
刚才我本来在睡觉，但是突然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，不太对劲。你趴下来听听。亮夜怎么了？佑正，那边佑正。几个不要疼，你们跑不过马的，再疼根本就放箭了。
们是反军。你们都是哪的了？做生的了？啊，他们是你的娃，还是说？你是人伢子了？冰夜，他不是人鸭子，我们是一个戏班子，当火唱影子戏的。梁夜是我们的老师，又送我们去亥州的张老爷那里唱戏。不用给老子看，老子也不知道啥是影子戏了。再难的不是人伢子就好。我平生第一很狗地主，第二很狗贪官，第三就是很人伢子。但凡你是这三者之一，我都要砍了你的头，剥了你的皮。哎，不行，按照军规，我们行军要是被人看见了都不能轻易的放走。你带着女娃先跟我们走一趟，我们让大哥来决断一下了。
厉家聪。我带你们去见个大哥。我马上要带你们接大哥，说话都给我恭敬点，知道啊？不然小心你们就没命了。老白，你姓李，我也姓李，你看，这是咱俩的缘分嘛。俺这些伙计都不是啥坏人，大家本都是纯良的百姓，只是叫狗官逼上绝路罢了，迫不得已才出来闯的。哦，等一会儿，我给你去牛棚下下牛。我呀，原来是在驿站当差的，最懂畜生了。行，小李啊，我看你确实不像土匪，带的人也和善。你们不伤我们性命，不拿我们钱财，那想留就留吧，啊，要粮我们也能分些。只是我担心啊，到时候上面的人查过来要降罪我们，这那该如何是好啊？哎，好说呀，等官兵来了你就说我把刀架到你脖子上，逼着你收留俺们两天，对吧？你就说俺都是哈怂，俺生了锅饿急了，要是叫俺们饿了肚子，村民就要被吃了。大哥，咋了？我给你报件事，早上巡山时我们看到有一绿烟，起初以为是官兵，凑近才发觉不是。山里的人是他们，一个男的带着四个女娃，我看着像人鸭子。嗯，伙计，你从哪打来的？是山地的人不？你多大？还挺俏的嘛，跟我一个年龄，哈哈，真是天大的缘分。
哎，伙计，你到底是不是人娘子？萨西，英子西，那我可喜欢了。哎，你们眼的东西有吗？女娃们，这伙计没骗我吧？梁爷没骗你。没骗你。莫偏。乖了，真乖了。我见的人多了，戏班子也见过，绝对不是你家这样的。伙计，你这模样，身子骨拧了，目露凶光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走饿死的。可为啥这些小娃个个都替你扯谎了啊？哎，大哥，他们的话一听就像是憋的，哪怕我脑子不聪明都行不得了。他就是扔鸭子，女娃娃被他骗了。哎，我们快活挂了他。哎，吉赛。我都有决断了。急送一急，伙计，实话要说吧，我不在乎你是戏班子还是人娘子。俺的粮油县不能带太多人，这次军队在秘密行军，你们遇到俺们是不能轻易放你们走的，不能叫你家报官了。这样吧，简单处理。你跟俺的人比试一下，赢了，我就收你在军中打仗；输了，我就把你们都杀了。咋想？哎呀，跟我谈条件，伙计，胆子不小嘛。
那要是一个女娃一条命，一条命必偿，你敢比不？那一言为定，就这办。来人，先捂个刀刷的好的，拉刘把主刀过来。死！解足了，讲究用钱，俺这次觉不亏，平常都是用竹棍镰刀的。我先来。反过来，
再来。炮身手。对了，对，不必了，不必了。累人乏习性的，不必了。哎呀，第一回能遇着，受着俺们多道的人，那算你赢了。哎，我一个人算三局，你赢五局了。我留着小女娃有啥用？带走，你把人家都带走。不操心啊，教授就知道了。你不是会报官的魏忠人。等一下，天色有些晚了，你走夜路也不方便。干脆在俺们这儿住一晚上，啊？哦，还有个事情，你家不是会影子戏吗？真的吗？假的？俺这兄弟很多都是穷乡僻壤出来的，从来都没看过影子戏。俺这些人啊，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把命丢了，几百个人和官兵拼杀一番，爬出来的也就十几个。看一回戏对很多人来说是头一回，也大概只有一回了。哎，大哥，你咋又说咱俩不吉利的话了？你上次不是说了吗？不能说这种话扰乱军心。哎，皮瞎子，我这不算扰乱军心，哪怕几百个人杀出一个，只要把官兵杀完了，也是俺们赢。怕死就不来闯，想闯就别怕死。我开始不就说了，
这次肉兰觉醒，是大哥说的对，我们都不怕死，我们都能闯。不好意思啊，伙计，让你见笑了。俺们这，粽子，你能不能给俺们演一出呀？演咋想都行，不会让你家白演。我会用好酒好菜招待你家的。那就这样办。勇勇，去给俺安排住处。是。梁爷，刚才你打得真好。梁爷想死昨天的红袍子一样。像是戏班子了。梁爷，开始吧。白袍
素薄净，张把奢毛手内为金玉，吕布去交战，贼民难逃张翼德。
伙计，真不跟俺们一搭大仗？那他们事办完以后，你能来不？哎，你这身手，不跟我一起去死，真是可惜了。要是到时候想来，俺们也没叫官兵全灭的话，尽管来投我。来，好办，到时候你一路去寻造反军队，见一个就报一个我的名号，一路打听，肯定能寻着我。李闯江。我在高闯王手底下起事，你要是闯王，我是闯将。你要是碰出义去，就报闯将的名号来寻我。闯，来跟俺们闯出一片天，杀的那些官兵丢盔弃甲，杀的那些狗官跪地求饶。哈哈哈哈。